我们现在做的金银电装唐大刀是历史上保存下来最好的一把，最工艺也是最高的一把唐大刀。那它的刀你看着是一把直刀，但是它是直又非直，是刀又是剑。所谓十年磨一剑，虽然说是一个比喻词，但是磨一把刀剑，手工打磨一把刀剑确实是很费事很费力的活，而且又危险，因为刀磨到最后它都是开刃的很锋利。我们现在增加了一道工序，就是金磨，磨出来之后刀面上的钝纹啊，里面的动态啊，都能够展现出来，肉眼可见。关于 3D 建模这块，有时候呢它是原画看着其实是挺好的，但是 3D 模型做出来以后呢是有一定偏差的，因为一个平面的东西，一个立体的东西做出来以后，有些东西是需要反复修改的，做完了以后要从各个角度去审视这个 3D 模型，让其他角度更符合模型感啊，让玩家看起来更舒适一些。在古代，刀剑在那个时期就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最高科技的水平的体现。我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所以我们的刀剑并不是以武器的功能存在，更多的是以文化收藏然后装饰性存在，所以我们现在一直致力于恢复我们的传统文化，而是在文化方面来制作我们的刀剑。看到他千锤百炼的在打造螺旋刀剑的时候，我被深深的触动了。我相信每个行业都需要匠心，像我们游戏从业者在游戏的虚拟世界里边打造每一个装备每一个道具所花费的心血是一样的。对于做刀剑，从小就是我的一个念想，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小时候当时我老爸是一个木匠，他就给我做了一把木剑，在和一群小朋友玩耍的时候把我的那把木剑给踩钝了。我觉得好像以后长大了就一定要做一把真正的宝剑，无坚不摧。